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2020年8月22日至29日在北京举办。现在宣布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形象大使吴京。为一生热爱，不负来路。这幅海报的主题是四个字：源远流长。源是什么？是源于一座城的天下视野。远是什么？远是远达一群人的风雅姿态。流是什么？流是流淌的一个国度的共美这样的一个情怀。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长是什么？是长保共济之梦的这样的一个美好。我们通过源远流长这样一个海报，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感受到北京国际电影节光影里的美和自信。